这是脸呢？这老二为什么没脸啊？你们把人眼睛抠下去了？这是什么？是植入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会对我说话？是什么？是要给他画画吗？是什么？他会爆炸？那他肯定会突然叫，感觉你们都在等我的反应，是不是？ 我在等你给预计会让我说话。<笑>今天第二期的这周，精选出你最想体验的人生。最想体验的人吗？最想体验的人生？我不想体验谁的人生，怎么办？没有想体验的人生，我也不想跟你们换。我爸妈对我也挺好的，我这样做他们的闺女，我不想当别人家的闺女。 不会很累吗？我还得想一想。我最想体验少城时代的黄晓云的人生。黄晓云的人生。真假的？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。 就是他每天都很快乐，然后他会来我们宿舍，就是串寝嘛，就玩，就是敲完门进，嘿，戴萌，他就掉单杠，他在叫，我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上去，这好像是有这样发生的。我觉得他平时脑袋比较清奇。 然后你根本猜不透他心里面在想什么。我们不是人手一个 MP3 吗？只要一下课。I'm a Barbie girl， 快接电话！我像只鱼儿，在你的河等。快接电话！每个人都有铃声。哎，姚一凡。OQ OQ， 爱是真是假谁去猜？会不会是？哎 ，Hello， 喂，接电话了。你好。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我在化妆。有一个商演，怎么你商演就是要跑了几点吗？想约你出去玩的。你又看看。甜蜜蜜，你笑的甜蜜蜜。喂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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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你挂了电话，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有人为了不接我电话说他停机了，我要去帮他交话费，真的绝了，讨厌。